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天，因为我等一下就会去 Johor Bahru 跟我的爸妈见面。我的爸妈呢，他们就会开车下来，JB，那我就会搭巴士过去。那就想说我可以带你们一起去 JB，现在就过去啦，拜。哇，现在已经到了 JB，哇，太菜很热，然后整个行程其实蛮快的，只是上巴士他们会给一个小的票，immigration 之后再上车多一次。那我现在在等我的爸妈过来。Check into our hotel. Asian way of doing. It's about that. So we're gonna be together for 3 days. Gotta find the seat. So we are at the executive lounge. Oh, poor baby. So nice，他请我们吃个 orange，谢谢老板娘。吃完了午餐就是要按摩脚底，这个是我必做的事情，我的一束光。Cheers。我们刚刚按摩完，我做了脚底按摩，还有肩膀按摩，很舒服。我们都睡着了，好，妈妈。爸爸已经回去酒店，我们的酒店就在对面，非常方便。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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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I wouldn't be surprised if I got another baby then. I don't want another sibling. This is called putum ayam. 全部是用黄糖、椰渣就这样吃的。锅炸鱼。开了一个小时二十分钟的车程，我们就到了。很适合这个蓝天白云的组合。看我们穿搭的颜色是蓝色、白色。叫文强的餐馆，然后文强，然后这里是他们出名的粿条店，小的粿条，只有 JB 有的。我们现在必须打卡的地方就是一个咖啡店，it's a cafe called Soy JB， 我觉得挺漂亮的，然后就是很 rustic vibes， love it， 妈妈就在那边拍照。
们原本要去另外一间 cafe 的，可是有一些状况，然后不能开店。可是这里更漂亮，可以拍完照去吃饭。